尽在运通。欢迎收看股市 A 指标，我是彦蓉老师。那么今天这个盘呢、连续几天跟今天一样，连续三天的，连续三天感觉上是闷闷的，但是今天封关还是上涨了28点。那这个行情有可能持续这样在年后营造出一个又空盘的这个氛围吗？好，我想这是今天节目分享的一个主轴，以及第二段说明的一个主轴。首先看到这张字卡，好，整个盘势在今天呢、果然是继续的开高，然后上下震荡，中场在节前的卖压之下呢，是变成只有小红了28点。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今天上涨28点，封关收市，但是你觉得闷的，但是 A 指标家族依然是贺客不断，依然是贺客不断，六个营业日没有什么涨。反而是跌的，结果呢，我的实权呢、已经拉了23%上来了。那今天呢、类似实权比实权更标的股票，叫做二月份最标王标股。我在现在此时此刻要来跟大家做一个最后的分享的这个动作。所以今天呢、这个节目啊势必精彩，好，请大家、要持续特别特别注意来看哦。好，那当然，为什么贺客盈门呢？喜从何来呢？好，回顾在最近这六天以来。彦蓉老师呢，两档股票，全新的股票两档，不是给你设飞镖哎，两档百发百中，两档都是大赚。那第一档你看到的是谁？你看到的是1月10号所做的分享，叫做复制真顶大标股，这个也就是年终奖金的第三档，13号、10号预告，隔营业日礼拜一，就是上礼拜一开始，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每天都上涨，每天都上涨。五个营业日过去了，上涨多少？9%，9%。你说没什么，但是这五天当中，大盘你看看是怎么走的。所以今天呢、打电话进来或是赖进来，那么留下大名电话，那么类似比这个更飙、速度更快的股票，彦蓉老师呢，在现在呢就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当然，喜从何来？当然不止这么一档股票，我说两档嘛，还有一档是谁呢？还有另外一档，就是这一档，好，它叫做红包微转标股。红包微转标股，它就是4967的实权，这是我在1月13号所做的分享。那么四个营业日过去了，这个红包真的有够大包诶，四天的时间23%，你有100万，会当赚偌济红包？23万的红包，你若有300万、有500万、有600万的观众朋友，你看你这一届这红包有偌大包？所以今天这个通关密码是什么？叫做6天31%，6天31%的由来是什么？是这个红包股的实权的23%，加上这个优群的9%，好，加上优群的9%，所以叫做6天31%的原因，其实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今天分享的标股呢，叫做二月份，好，在二月底前它会是最标的股票。那重点在哪里？侧重于速度。侧重于速度，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绝对超越这个速度。所以全国的朋友们，所以今天呢、这个电话、务必呢一定要打通。为什么一定要加赖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啊，你在108年少赚的遗憾，你即将在二月底之前就得到大部分的一个弥补。为什么？因为这档标股好，二月份最标王标股，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那么这档股票的一个节奏是什么？短线上第一时间像优群一样。续航力连续涨了5天，涨了9%，但是这五天当中大盘怎么走你自己看，甚至超越大盘实权，那么在这4天当中拉了23%上来，对不对？那最近一个月呢，你看到了我的持股集中在5档左右，一个月内我能够给你这么棒的标的，最近两个月玉金光国巨的 1.3 倍，是不是？那如何拥有这个标股呢？好，请打电话进来或是赖进来，来回答一下通关密码6天31%。那么用赖进来的要记得哦，要留下电话。好，当你有留电话的时候呢，你的成本呢、会是相对比较低的。全国的好朋友们，那当然标股带回去，将来彦蓉老师即将呈现什么样的一个面貌来跟大家做分享呢？第一个短线，第二个中线，它的节奏感是什么？短线上第一时间给你速度的感觉，中线上我们要给大家什么？像这样倍数获利的这个机会。所以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这一个，它叫做玉金光。玉金光是我在11月7号所分享的五虎将标股，从当时的400块拉到622块，只花了大约一个月多一点点。
是不是？那所以你会看到说，真的是有速度呢，好，真的是有幅度呢。那么国巨的 1.3 倍，玉金光的这个 58%， 是不是？那包括在最近六天的速度，你看到了优群跟实权，为什么？因为这个模式，这个模式国门独起的 A 指标专起顶波浪，我记得红线，但是我们做到了低阶，当天可能会长红，甚至会涨停板，最快的速度少则3-5成。多则一倍到两倍以上，所以呢，我标榜我给你的，我说到做到，我就是一个速度跟幅度，就这四个字。所以现在打电话进来，或是赖进来前十名呢，直接跟大家来分享测标当中你所看到的这个标股，全国的好朋友们。所以当然在今天呢，彦蓉老师呢在这个地方啊，跟大家分享这个标股。那尤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去思考一些问题，你为什么会做错方向？你为什么老是跟错人呢？有可能是一种情形，是什么情形呢？你的老师每天在电视上天花乱坠，每天说赚多少都多少，但是将来没这个以格证明。但是你说老师啊，你有吗？有啊，很清楚的跟大家来再一次来做一个提醒。我当时呢在11月7号，在11月7日，我就是预告了这些股票。那么玉金光、国巨，我当时特别讲，我说重点不是股民哦，重点是你要赖进来的，你要打电话进来的，我就会告诉你这个买进的低价，然后呢，卖出价我也会告诉你。那果然呢，当时低档买进之后呢，果然一路狂飙，是不是？但你思考一下，为什么有些人永远没有在预告？因为我在给你预告，但是天天都有大涨的股票但是天天都大赚但是讲不出任何时刻一个任何时间点。或是任何影片的一个预告证明，但是彦蓉老师可以拿出来。11月7号，陈彦蓉，中华财经台，你去 YouTube 搜寻，你会看到这张字卡，你会看到这张字卡。所以扎扎实实，确实有预告，全国的好朋友们。所以呢，股市当中要翻身啊，当然第一要见啊，好，真的不要想太远啦。好，当然你别讲绩效，彦蓉老师是对人袂对，为什么对人袂对？因为用做的，用做的，真真正正去做的。当然比不到那些每天用说的嘛，那大饼要画多少都有嘛，是不是？用做的永远比不上用说的嘛，是不是？所以股市当中你要翻身一定要找到什么？要找到预告，而且是真的用去操作的实战操作啊，实战操作让你价钱婆给很开，让你价钱婆这个受益这个慢慢慢慢增加啊，那是用做的只好到你的老师而已，因为一片就是观众去入会，只有你的老师的存折数字会增加，啊，你知道意思不？全国的好朋友们，所以呢，第一个一定要预告，然后预告的股票速度续航力，就像我过去跟大家所做的预告，它有速度，就像这一档，好，速度续航，就像这个优群一样，对不对？这是1月10号所做的预告，啊，然后呢，预告完之后呢，大盘不好，它竟然连续涨了5天，连续涨了5天，今天分享的股票呢，一样有续航的能力，好，有续航的能力，所以你的问题先解决，你的问题先解决较重要。好，你的成本，好，彦蓉老师来帮大家消化，安尼知影意思不？这样知道意思吗？好，全国的好朋友们，虽然找股文来找什么，爱找会当提出这个预告的证明，啊，摆个掀起来，啊，就人家讲啊，今年正正迄栋就是叫做优群，什么时阵预告的？就是在1月10号，1月10号的 YouTube， 好，你去搜寻陈彦蓉中华财经台，你会搜寻到这张字卡，那当时当然是盖住的。好，那这张字卡叫做优群，那么主要原因在这里 ，A 指标数据创高点，然后两次的洗盘的，你有留下电话的，你有打电话进来的，有留电话的，那么你设简讯或电话通知，有没有？是不是证明果然没有错，就是优群，是不是？所以呢，一定要找到像这样有预告的，有预告证明的啊，这个绩效才是真的。那事后大涨，才在看图说故事，这样子你一点都分不到。这样知道意思吗？好，全国的好朋友们，所以呢，当然在这6天当中啊，你会看到说，就是真正这两档股票，就是这两档股票，胜率高，幅度大，只有6天的时间而已。你看到了，那另外一档呢？没有错，它叫做实权，红包股，好，这个是10月13号给你预告的，红包微转标股的第一档，4天的时间有23%，今天又大起哦，这大盘不好，今天又大起哦，4天有23%的意思是什么？你的100万，你这个红包有大包无？23万，你拿500万就是5倍，115万。你感觉这个红包有大无？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啊，彦蓉老师呢，在这个地方啊，说真的很开心呐、啊。就算当时第一时间有入会的，
其实你的会费早就已经回来，而且这个会费可以增加好几年呢，是不是？全国的好朋友们，所以今天类似这么标的标股，这要怎么得到呢？通关密码回答一下，6天31%，6天31%，全国的好朋友们，你不一定要参加。好，你不一定要参加二月份的最标王标股呢，10个名额，你现在来做一个争取。好，你现在就来争取，你先来谈这个共，啊，那怎样意思不？全国的好朋友们，那当然重点的部分是什么？很多人说老师啊，跟我一样嘞，啊，今天跟你一样，不只动了我一个，啊，这个十全这么高标，啊，今天够一个，啊，那个的梳理啊，哎，真的有哎，真的有预告哎，什么时候预告的？1月14号预告的，1月14号的 YouTube。你去搜寻陈彦蓉中华财经台，当时这个盖住的，我现在掀开给你看。那你要去验证是这一档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数据，好 0.22， 好 0.22， 还有我说过的这个拉高的，这个是马上要动的，马上要动的。股市最高境界就是知道成功形态，马上要发动的时候才带你做买进，然后让你不要去等待。诶，这不就是你要的速度吗？这不就是你要的速度吗？可是你为什么跟别人跑了呢？哦，我真的是百思不解。我真的百思不解，有一种风，我记得想法的是什么？就是彦蓉老师的口才真的不好，口才真的不好啊！每一档都跟你预告，每一档都跟大家预告，然后呢，因为我的口才说真的不好啦，因为我会给你用骗的，我绝对不行骗。那不行骗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爸爸妈妈跟我讲，讲愿者上钩，啊，咱做人爱老实，咱莫讲勉强，莫讲勉强，吼，唔是咱的就唔是咱的，咱莫去讲抢。好，那骗人的是讲抢，所以我谨守爸爸妈妈对我的教诲。所以呢，我在出社会以来呢，彦蓉老师每一件事情都本着我自己的良心，本着我的良心在做事。好，我们能够吃得下饭，我们能够睡得着觉，半夜有人来敲门，你心都不会惊。为什么？因为你不做亏心事，这样知道意思吗？好，全国的好朋友们，所以今天啊，这个标股你把它带回去，将来啊，有一天啊，最快的速度啊，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我对你的恭贺，就像呢，你早一点加赖进来的，就像你早一点打电话进来的。那么彦蓉老师在1月17号就跟大家恭贺了，就跟大家恭贺了，有没有？持股那么集中在5档以内，竟然每一档股票都这么凶悍，是不是？所以全国的好朋友们，彦蓉老师坚持在任何时刻绝对不行骗，因为骗就是不是咱的，不是咱的，咱去给骗来，安尼变抢的啊，安尼变讲偷啊，安尼都唔对啊。我在股市当中啊，我在证券业，我在我人生的一个处事当中啊，我一直有个使命感，我希望我可以在各个领域能够怎么样，能够对别人有所贡献，能够对别人有所贡献啊。彦蓉老师说真的没什么专长啦，就是看股票算不错啦，那所以我希望利用我的证券的专业呢，在这个证券市场上呢可以行善，好，可以行善，我不敢讲功德，但是我说能够行善，能够帮助愿意认同我的人，那彦蓉老师会尽最大力量来协助大家。好，全国的好朋友们，当然我不止现在预告，我过去也预告，这就是最可贵的地方，代表你来的时候我的绩效是非常稳定的，就像你看到过去的预告，过去一个月怎么预告，好，持股在5档左右，但是我在一个月当中我竟然能够拥有这么多股票超过1成以上，扣掉这些同时间存在的，你在12月份当中至少有2成到3成。12月4号华邦电的预告，群联是同一天预告的，这在 YouTube 的影片当中搜寻得到。12月12号的金相光跟宏达电是12月是在这个 LINE 群组还有这个 FB 当中的预告。好，那甚至呢和生堂是12月19号的预告。那当然我们并不一个月赚超过1成2成为自满。重点是我的股票它有这个实力，随着时间的经过抱得越久会赚得越多。诶，这就是重点。全国的好朋友们，所以呢，在今天呢，当然最重点的部分呢，你要去参加或是要体验一个老师，其实最重点是什么？这个老师到底有给人预告不？如果有预告，讲绩效才是真的，否则啊，都是天花乱坠、巧言令色啊，这个你真的要特别小心啦，是不是？那所以呢，我预告哎，而且是要低点哦，低点的预告，这个绩效才有公信力，跟到预告的顾问，那真正开始安心。那预告的顾问在哪里呢？通通都在 A 指标的脚步当中。全国的好朋友们，那当然很多人说老师啊，今天不得了呢，看你的节目这么久啊，真的有一个呢，啊，这个持股这么集中啊，一个冷冻优群还有这个实权啊，冷冻真的这么大气呢，老师啊，你的配博是什么呢？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A 指标国门独市的功夫，就是这叫做 A 指标的倍数获利模式。 A 指标的倍数获利模式呢，股价创低点，
数据没有创低点，所以我在这个8月14号预告了国巨拉了40块上来。当时的国巨 A 指标数据来到0.10，突破前面的高点，所以我知道将来还有高点。好，所以呢打下来之后，我在9月25号预告完之后，230买进去之后呢，228到230买进去之后呢，拉了95块上来。这个时候 A 指标数据来到0.22了，突破前面的0.10，我知道将来还要做第三段。所以最低点没有出现之前两天，11月7号再预告，果然再拉了193块，而475块的时候呢 ，A 指标数据来到0.2的时候呢，没有过前面的0.22，我就知道这个会跌，我就知道这个要出货。那果然呢，三天就跌了快100块下来。全国的好朋友们，股票怎么做？股票就像这样做啊，就是叫你干单啊，按表操课啊。谁有这个表呢？也就是彦蓉老师啊，你只要跟着我的脚步。你就可以像这样子啊，很顺利啊，全国的好朋友们。所以呢，你看到真的是低买，因为这个逻辑观念，好，低买，然后高卖，因为这个逻辑观念，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你会发现呢、啊，很多人呐、啊，给你设下了这个天罗地网的陷阱啊，没有这个低买的证明，没有高卖的一个现象的这个证据，结果天天呐、啊、都在涨停板，天天呐、啊、哪一档股票大涨，它就有那档股票，你觉得这样逻辑对吗？你干嘛干嘛？有人真的这样的心呢？还是讲有别款的这个想法？哈、哦，有没有别的想法？你自己去思考，这就不用我再多说了。所以今天你看到没有？持股集中，像这样子的话呢，每一次50万、100万、200万，你觉得你的问题这样速度是比较快？二月份的最标网标股呢，最后分享，将来会像这样子大笔收割。全国的好朋友们，那当然今天请假免拍摄，免拍摄啊！你直接来我股票提回去。把我的股票直接带回去，直接带回去啊！因为这是金钱的输赢，好，那么金钱的输赢啊，咱来个试看卖啊嘞，啊，到底是真还是假？那是真真正正这么水，啊，咱就真正来这一做，啊，那是气价无满意的，啊，咱就安那，咱就三幺那那就再见嘛，安那互相无相欠，所以要自助人助。当你拨打电话进来，好，当你在这个地方啊，留下联络电话，或是赖进来留下联络电话的时候呢，彦蓉老师呢会挺大家到底，把最标的股票来跟大家做分享。就像过去这一档，好，3406的玉金光果然飙上来的。那所以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一定有速度，一定有幅度。所以呢，各位长辈、各位阿公阿嬷、各位阿伯阿姆、大哥大姐、同班同学，那么彦蓉老师绝对会以同理心，把最标的股票来挺大家，来跟大家结缘。所以今天呢、啊，把握这个机会，好，打电话进来，赖进来，前10名直接跟大家分享标股。那如果你不想认输的，109年有一个好的开始，这个好的开始从哪里开始呢？就从这档标股开始，一定有速度，而且有幅度。打电话进来或赖进来，回答通关密码，这个标股呢就属于你的。打电话进来或赖进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你的股市人生即将怎么走？即将有机会涨停，涨停再涨停，拨电话进广告，谢谢。过新年，民间数财运旺通年年发，启发新春新优惠，价格实际真实惠，电话拿起速速拨，让你年头年尾一路发。启发数来宝专案就是要非你莫属，让你未来一年钞票数不尽，元宝拿不完。速洽支付专线02-2389-8739，02-2389-8739。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启发投顾用最细腻的心思为您做最专业的分析，稳定的投资控管，涨势做多，跌势做空，灵活的资金运用，顺势多空双向操作，带领您避开风险，追求最高绩效，给自己一次积极创造财富的机会，致富之路等您来加入。启发投顾02-2389-8739，02-2389-8739。这样就好了。对啊。哇，哎，都给你帅就好了。其实啊，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当然啊，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是哦，像是造假的网址及 APP， 还有网络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所以使用行动支付就像交朋友一样，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再度回到现场，我是燕蓉老师。目前行情怎么看呢？目前的行情真的叫做右空盘吗？怎么看的？看到这里，好，这叫右空盘，补涨股逢低布局，看法没有变。A 指标数据呢会持续的做背离，每一次的背离呢，指数会创高点，但是呢，数据没有过高点。六日 RSI 也一样，那六日 RSI 现在的位置呢？我们看到我说过了，这个地方啊，前两天我就跟大家讲过了，我说这个低点呢、啊、没有破前面的低点，好，那么收了一个所谓的啊开盘实现，就是开盘最低，好，开盘最低没有再破底，开盘最低然后收高，好，这个叫开盘实现，开盘实现代表气势非常强。好，那么开盘的价位没有被跌破，那所以呢，开盘实现的一个低点就是碰到这个支撑区，碰到这个支撑区代表什么？多方有手，人为多方格局。那另外呢，再从整个 KD 值来做一个判断。好 ，KD 值你还记得吗？我在两天之前说什么？我说 K 碰到低就是低点，还记得吧？果然呢，连续在这个地方啊涨了两天上来，是不是？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甚至我们看到什么主力成本线。我说主力成本线呢、啊，我不是涨上来才说它好，而是什么？它可以预先的判断什么？过高代表什么？气势很强，打下来空方循环之后，它会再攻。那既然你知道它会再涨，你为什么打下来不买呢？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差别嘛。很多人说突破带你去追高嘛，但是我先有成功形态，然后低点我就买嘛。这就为什么你们会输，我们会赢的原因，哎，就在这个差别嘛。我具备这个能力。我能够辨识成功形态是什么，大盘如此，个股也是如此。好，所以你看到哦，那目前的话呢，负乖离缩小代表什么？正式在做反弹上来，是不是？但是事实上，我早就已经领先告诉你，这个是成功形态，在等一个杀低，有没有？那现在呢，最重点是什么？就筹码面的变化。筹码面的变化，筹码面的话呢，你看到最近九天呢、啊，融资一路降，融券一路增加，这九天当中啊，融资降了30亿呀、啊。有30亿的人不想抱股过年了、啊，下车了，甚至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没有股票之外，还怎么样放空？放空了14万6千张，14万6千张。你觉得年后呢，会不会开启亚空行情呢？一路在涨嘞，一路在涨，那融券又居高不下，这个我认为我们刚刚霸屏的啦，但是我认为这个亚空的机会非常的大，亚空的机会非常大，空头不实，多头就不止了。这样知道意思吗？好，全国的好朋友们，所以今天呢、啊，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就是你所看到的这档标股，叫做二月份的最标王标股。好，二月份的最标王标股，最后分享。二月底之前呢、啊，会大收割。好，10个名额，请大家、啊、来做一个争取。好，全国的好朋友们，所以今天电话一定要打通 ，LINE 一定要加进来，因为109年的开始的第一档标股呢，这一档一定会让你怎么样转运，有速度，有幅度。打电话进来或是赖进来回答通关密码，这个标股呢就可以带回去。那当然，如果你有留电话的话呢，你的成本会相对比较低一点。全国的好朋友们，那过去呢，这档标股呢，它其实复制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是什么？金策，金策过去哇不得了！我在8月初的时候呢，我所做的一个分享，涨了2倍上来，很多人后面都在这边才追，这边才追。我们早就在8月的时候，8月初。就领先做分享，那这个成功模式是什么？周线上的 A 指标数据创高点，创高点转折出现，它就会大涨，尤其是周线出现了，常常5成1倍以上，越早来梦想越早实现。所以你看到我现在复制的这一档，注意看哦，周线上的 A 指标数据不得了，也突破了主力成本线，转折是红的，是红的，线型是一模一样的。打电话进来或赖进来。那我帮你请你留下电话号码，我可以帮你设简讯或是用电话来通知你这个标股的这个买点。全国的好朋友们，所以今天呢、啊、这个标股呢，当然第一时间它一定给你速度的感觉，而且你很快就会得到我恭贺的一个讯息。好，全国的好朋友们，燕蓉老师坚持不行骗，因为骗就是偷就是抢。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其实身家性命呢，在这个地方参加你了以后呢，哎，可能老的小的都要靠这笔钱能够长大。那如果你去骗人家，好，甚至很多投顾老师去用骗的，安尼让玫瑰心啦，那真正有做，有做才通讲，
啊，你来我嘛，我讲我是百分之百，但是我尽力，这样知道意思吗？好，全国的好朋友们，那接着呢，速度之后的一个幅度，好，同理心来协助大家跟大家结缘，所以投顾老师啊，不行骗的这个品德啊，跟专业一定要拿出来。好，那这个专业在哪里？第一点预告，好，我就是这样预告的。第一点预告的专业，高点区能够辨识的这个能力，全国的好朋友们，今天二月份最标王标股呢，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模式，请大家务必把握。如果你不想认输，如果你心中还有梦想，把握这一档，打电话进来或赖进来，那么他将成为你的贵人。打电话进来或赖进来，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你的股市人生将来会怎么走呢？他真的有机会涨停、涨停再涨停。拨电话，明天见，谢谢。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财运旺通年年发，启发新春新优惠，价格实际真实惠，电话拿起速速拨，让你年头年尾一路发。启发鼠来宝专案就是要非你莫属，让你未来一年钞票数不尽，元宝拿不完。速洽支付专线02-2389-8739，02-2389-8739。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启发投顾用最细腻的心思为您做最专业的分析，稳定的投资控管，涨势做多，跌势做空，灵活的资金运用，顺势多空双向操作，带领您避开风险，追求最高绩效，给自己一次积极创造财富的机会。致富之路等您来加入。启发投顾02-2389-8739，02-2389-8739。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